痛觉弱化，高雄性荷尔蒙，高睾酮，完美肌肉，高密度骨骼。因为古代战乱频发，而身为将门，总少不了马上讨取功业的过程。怎么保证子嗣存活，以使门楣不倒？一、娶雄壮妇人。二、少年食药浴，渐进时破坏皮肤敏感。三、将成年时吞服熊胆，大幅提高雄激素。自此后，身躯丰长，肌肉雄壮，骨骼坚硬。缺点就是脾气暴，短寿。多代如此，有的后代天生便拥有金刚般的身躯，配以后天的武技，肩甲锐兵宝马，变成了战场上的绞肉机。可讨功业，可扬门楣。